sold this as an office job. Why don't you sit down? Talk me through your very scary scenario. 美国中情局 CIA 作风像神神秘秘，不过现在跟上潮流，竟然有了官方 IG。CIA 首张 po 文只见一张凌乱的办公桌照片，两天吸引3万多个赞。虽然没有官方说明，但网友点评其中玄机。首先是地点，维吉尼亚州兰利是 CIA 总部所在地。桌上时钟是8:46，就是9/11恐攻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的时间。右上角有幅中国地图，指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。桌面上还有今年1月才过世传奇特工曼德兹的肖像。Take these ideas to my grave nobody will know. 曼德兹1980年假扮成电影拍摄人员，远赴伊朗救出6名美国人质。故事还拍成电影《雅果出任务》。另外，椅背外套挂着 CIA 局长哈斯波的识别证，右下角红白条纹的纸袋也在电影《间谍游戏》里出现过。Hold this to your ear, otherwise you didn't see what I put in there.向来严肃的中情局突然变得和年轻人接地气，传言就是为了招募年轻干员。The CIA is currently hiring for over 100 specific career tracks. 这个月还开放学生参观，想要吸引各界精英人才，就连 CIA 也得花招百出。三立新闻赖彦宏报道。